许淑华已经是自行宣布当选了，我们来看许淑华这边的最新画面。而且，我们十三兄弟坐在咱的竞选团队，包括着我的竞选总部，咱的总干事郑明瑞，给掌声，郑明瑞，掌声感谢一下，谢谢。还有很多咱十三兄弟，那有咱民间来，不然咱导咱起来干部，咱就是邀请咱这干部嘛拢上台。 一一来，兄弟，咱所有十三兄弟，咱这干部，甲你说多谢。但是我要在这里感谢所有南投县的乡亲。第二个，感谢所有我们的竞选团队，因为主咱的选择开打半年来，我知道民进党很讨厌我，所以不断的攻击我，不断的打击我，这个都是正常的，我都能够理解。但是攻击我们的竞选团队，从林县长开始。 何议长，何胜峰何议长，我们的潘义全副议长，还有很多我们的竞选团队，不断的遭受到抹黑跟攻击。各位乡亲，从选战这半年来，攻击许淑华是黑道，是黑金，攻击我也就算了，敢来收屁啊！现在党弄中国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，转为攻击。但是今天有智慧的南投人，我们用我们的选票。 证明了这种负面的选举，这种的选风，不仅不适合南投，也在好，就是来看到的是南投的这个画面。